上好，我是来自重庆的爱斯乐队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山西，肯定是第一次见到我们。那么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原创 Love Cage， 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随便喝了一瓶水啊。 OK， 接下来继续呢，我刚刚有听到有朋友说想造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声音很庞大，但是你们真的会造起来吗？那跟我一起把手举起来，而不是你们的荧光棒好吗？手势请注意，大指拇扣起来好吗？别这样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哈，谢谢。OK， 接下来要真正的带大家造起来啦！
歌，还想再造点吗？好，满足你们。接下来再让我们再造一点，好不好？但是前面的你们要保证像他们几个一样，好不好？不会的，跟他们学。OK。瞄准前面这几位哈，挺棒的。Come on!
对对，我陪大家度过的这段时光就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书总有一天会要读完，大学总有一天会念完，歌我们会一直唱下去。
整个 OK OK 灯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爱思乐队啊，非常高兴来到山西。那么今天在我们学院里面啊，非常非常演得非常嗨啊，有同学还要跳水啊，非常棒。那么当然我们也会陆续推出更多的新歌回馈给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。总体来说真的真的很棒，然后希望下一次如果说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同学喜欢摇滚乐，那是最好了。